接下来我们邀请到这位的表演者，他总是能够用非常多元的音乐元素，然后呢把它串成呈现不同风貌的客语音乐。这次希望透过了这首歌传达出对安倍先生的不舍与思念。我们欢迎谢宇威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，欢迎谢宇威老师，这首歌一起来聆听送别。前路